欢迎收看今天文倩的是绕欧洲版，让我们来看一个在全世界所有先进国家的一个共同大局势。这个大趋势呢，就是反移民。德国这一次地方选举，布兰登堡终于出炉了，而出炉的时候，执政党的 SPD 在这个地方险胜，可是是因为德国的总理肖兹祭出了非常的手段，他关闭边境半年。欧盟虽然允许关闭边境，最长的时间也就是差不多这个时刻，换句话说，他也加入了反移民的阵营，最后才险胜了极端的右派另类选择党，只有1%。另外，法国的总统马克宏，他面对法国国内的强烈的极右派的一个声势，也是以反移民为主，他先解散国会，以为民众可以给予法国新的政局，但最后整个情况并非如此。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勉强组成了一个新的右翼联盟，但这个右翼联盟左派背阁，然后极右派背阁，所以政局摇摇欲坠。而南海过去台湾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这是经济学人说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认为南海菲律宾可能问题比台湾来的更加严重，它将来最可能爆发的美中冲突将会是在南海这个地方。而中国44年来，时隔44年第一次向太平洋发射了洲际飞弹，恫吓的是 accuse。 那中国这次试射导弹被认为主要的目的是恫吓 accuse，你们如果来干预整个中国在这个地方的军事行动，我可以多线战争。不过中方事先通报了美国。另外，日本的选举出现了惊奇，石破茂击败了高市小泉。当选后，他说美日同盟是不公的，他认为美国和日本之间，日本是紧紧的跟着美国大多数的军事战略，但是在日本制铁收购美国 US Steel 的时候却被美国总统否决，所以他就要重新谈判。另外，以色列在前一阵子他精心策划渗入政党的采购链，还有他们相关的各种不同的通讯设备、呼叫器等等之后，他所产生的影响不只是他炸死了几个政党领袖，他重启了全球新恐怖主义的一个模式，这会使得恐怖主义变成非常的容易发生。你只要改造一些手机、通讯设备、呼叫器，对一般平民来说，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放在他家的、放在他身边的、放在他口袋里头的就是恐怖组织集团，而他不会只会是以色列会使用，因为改装这种机器实在是太容易了。让我们先来看德国的情况。德国这一次呢 SPD 险胜，而这个险胜呢只赢了1%，可以说是肖兹呢笑中带泪。为什么？他赢的方法是第一个关闭边境，也就是说他完全放弃了 SPD 原来的社会主义一个比较人道的立场，他也加入了右派、极右派的一些概念，只有这样才能够赢极右派。所以整个国家为了赢极右派，就跟着极右派向极右转。那么他领先了1%，勉强守住了历史基地布兰登堡。为什么称他效忠带领呢？因为他这次选举呢 SPD 赢的第一个方法就是他自己关闭边境，第二个方法是你不受欢迎，所以拒绝肖兹到布兰登堡这个地方来助选，在这个情况里头才险胜了 1%。 所以这个是德国这次选举里头所呈现出来的一个严重的问题。与其说他是胜选赢家，不如说他更像一位逃过一劫的幸运生还者。Ihr kennt alle die Ausgangssituation, vor der wir gestanden haben. Aber wir haben gesagt, wir nehmen diesen Kampf auf.9月22日星期天上午，当他走进布兰登堡邦在波兰边境的投票所时，没有人知道他在当天晚上开票后的演说会是一场胜选演说，还是退出政坛的告别演说。他是现任的社民党布兰登堡邦邦长，选前所有民调都预告了极右派另类选择党的胜利。Wenn eine offenin großen Teilen und in ihrem Gesamtwesen offen rechtsextremistische Partei auch bei uns im Land die 30% einfahren kann, dann ist das für uns alle, für alle Demokraten, für alle, die für Freiheit, Weltoffenheit und Toleranz stehen, ein riesengroßes Alarmsignal. 这是9月以来德国东部的第三场选举。9月1日，在图林根和萨克森的选举结果，社民党都惨遭滑铁卢，但社民党输不起布兰登堡，
因为自1991年德国统一以来，社民党从来没有在布兰登堡吞过败仗。超过60%的选民表示对现任邦长有好感。为了抢救选情，从2013年起连续三届连任，执政长达11年的现任社民党邦长沃德克不惜赌上自己的政治生涯。Wenn wir stärkste Kraft werden, dann ist Wojtke weg. Er hat ja in seiner Arroganz gesagt, wenn ich nicht Erster bin, dann bin ich weg. Und er hat bekräftigt, wenn ich nicht Erster bin, dann werde ich als Ministerpräsident zurücktreten.开票结果，社民党得票率为30.9%，排名第一。以极小的差距险胜极右派另类选择党得票率的29.2%，相较于上次选举，几乎增加了6个百分点，创下二战以来极右派的得票新高。Und Markus Söder hat jetzt gefordert, wir dürften nur noch 100.000 Asylbewerber im Jahr aufnehmen. Im Augenblick nehmen wir 200 oder 250.000. Nein, liebe Freunde, nein! 布兰登堡的另类选择党在选前当然获得了图林根邦大赢家大咖霍克高举反移民大旗的加持。恐惧是这场选举的整体氛围。一方面，极右派在这个与波兰交界的边境地区操弄对移民的恐惧；一方面，则是面对社民党失势变天之后未知的恐惧。Ich finde es gut, bloß die Koalition wird jetzt sehr schwach werden. Mit der Politik von der SPD, ja, da hapert es doch an vielen Stellen. Aber ich glaube, es ist bei vielen Leuten auch so die Wahl des kleinsten Übels gewesen. Ja, und das ist eigentlich das, was das deutlich macht. 虽然9月22日投票率达到创纪录的72.9%，但根据德国广播电台的民调显示，布兰登堡3/4的社民党选民并非出于对社民党的肯定，而是想要抵御极右派的胜出。这也说明了现任社民党邦长的竞选策略，就是拒绝总理肖兹的助选，坚持和联邦政府切割。Wir sind gewählt und wir haben einen Job zu erledigen in diesem Land. Und ich hoffe, dass niemand in der Koalition auf die Idee kommt, vor Verantwortung wegzurennen. Ich kann Ihnen nur sagen, für die SPD, wir sind hochmotiviert. Wir haben 12 Monate noch bis zur Bundestagswahl. 这是对谁说的？大家心知肚明。出生于布兰登堡波茨坦选区的肖兹，远在纽约参加联合国的年会，尴尬的不敢出声恭贺社民党胜选，只在 IG 上低调的写了太棒了。即使9月16日，他在联邦层级火速祭出重启边境管制的猛药，是否为社民党选情加分还难以评估。但是社民党在布兰登堡的险胜，他断断不敢妄自邀功。So internally, of course, the coalition partners have to discuss and will analyze the results. However, it will not like have an effect in the sense that the ample coalition will like fail or will end up. This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none of the partners has an interest in the moment to have, for example, new federal elections.但这场胜利对肖兹而言太重要了，竭力维持分裂的三党联盟而陷入困境的肖兹得到了一个稍稍喘息的机会。如果社民党再次吞败，失去历史基地布兰登堡，不但肖兹寻求连任总理的计划会落空，同时也会使他面临提前举行大选的压力。Diesen Zuspruch, den wir in diesem Wahlkampf hatten, diesen Zustrom der Jugend, der beweist, wir sind die Partei der Zukunft. Die SPD und CDU sind die Partei der Vergangenheit, deren Stern sinkt. 在德国东部和世界各地，未来都是极右派的颜色。他说错了吗？的确，整个欧洲都在向右倾。欧盟创始6国里的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还有东欧的匈牙利和斯洛伐克，都已经是极右派执政。其他地区还没有执政的极右派，也在持续而稳定的推进。Wir wünschen der FPÖ einen fulminanten Wahlsieg am nächsten Sonntag. Auch da zeichnet sich möglicherweise ab das gleiche Szenario wie mit der AfD bei den Ostwahlen. Starkes Ergebnis für die FPÖ rund die 30% plus.9月29日，奥地利也将迎来5年一次的国会大选。
继瑞典和芬兰的极右派进入执政联盟之后，奥地利会是下一个极右派在欧洲攻城略地的指标。因为欧洲各国的极右派政党对于复杂的身份认同、经济衰退、国内安全等议题，包括对未来普遍的恐惧，做出了明确的回应，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那就是移民。没有其他民主政党能够以这种简单而明确的方式回答。由于德国的过去和统一的经历，往往让前东德的选举结果被认为不能代表整个德国。但事实是，极右派政党正在全欧洲强劲成长，就连德国也不例外。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曾经有一年的封面故事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它标志的是台湾海峡。可是最近越来越多人，当然随着乌克兰战争，随着以色列，没有人认为台海是最危险的地方。但是所谓美中必有一战这个概念还是一直主导的台海危机的想法。可是最近更越来越多人认为，早在台海危机之前，可能先爆发的是中非战争，就是中非在南海的冲突升温，在最近好几桩事件里头都是我们没有见过的。那美国的 CBS 呢，招牌节目 60 Minutes 特别在这个地方制作了一个纪录片，告诉大家说菲律宾跟中国现在的冲突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中国的武警呢，或者中国的海警，甚至就是登陆到这个菲律宾的船上，然后直接拿刀子这样互相的斗殴，还砍掉了一个菲律宾渔民的一个手指头。那么中非所以爆发这么大的一个冲突，主要的原因是菲律宾新的总统小马可士，他同意让美国设了四个军事基地，其中有两个是看住了巴士海峡。而他看住了巴士海峡呢，当然就是会对中国而言，你提供美国做军事基地，你让美中如果有战争的时候，你让这个地方有后勤补给之外，更重要的是拜登坚定的对菲律宾的防御承诺，如果他的代价是要跟中国一战，美国做得到吗？接着是这两个牵制巴士海峡的基地，使得中国想对台湾所进行的封锁战争。什么叫封锁战争呢？就是他不想用武力攻打台湾，他用一定程度的武力直接封锁巴士海峡，然后让天然气有十多天进不了台湾，而台湾由于天然气的储存只有11天，所以台湾将陷入没有电力的状况，在这个时候变成一个对中国而言，它不费一颗子弹，它不需要攻打台湾就可以成功的封锁台湾。那也就是中国过去对台海军事演习里头的重点都是封锁战，对空的跟对海的封锁战，而不再是飞弹型的一个试射。所以这个是封锁战，是中国现在对台湾最重要的军事战略。而菲律宾提供给美国的军事基地里头有两个在巴士海峡，它就是在巴士海峡旁边的小岛，就刚好在那个地方，如果中国想要封锁巴士海峡来使得台湾没有天然气的话，他们必须先面临和中国一战。而这个时候美国会不会愿意参战，成了一场世界大战，将是真正的重点。所以很可能在爆发台海战争之前会先爆发中非战争。以往华府的思维模式一向是，倘若中美爆发战争，导火线极可能是因为中国试图入侵台湾。但近来南海另一区警报声大作，急剧拉高了紧张情势，成为地表上另一个高度危险的热区。美国 CBS 电视台老牌节目《60分钟》的记者八月中亲身经历了一场惊险的海上蓄意撞击事件。It's 4 in the morning. We've all been sound asleep. This alarm just went on the ship. We were told to wake up and put our life jackets on because we've just been rammed by a Chinese boat. 遭到撞击的鹰竿右脚号隶属于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当时他们正进行一项例行任务，为南海的菲国船只和工作站进行补给。蓄意冲撞的中国海警船长近82公尺，几乎是鹰竿右脚号的两倍，把菲方的船撞出一个1公尺的大洞，幸好没有低于吃水线。天亮之后，菲方发现周遭共有14艘中国船只包围鹰竿右脚号，菲律宾人员试图和中方谈判，要求放行未果，只得放弃任务的第一站。此时，中方也已公开他们对这起事件的报道，
声称是菲律宾方面刻意挑起冲突，甚至指控60分钟采访小组是菲国官方宣传的一部分。The Philippines has turned the South China Sea into its theater, deliberately ramming a Chinese Coast Guard ship with Western journalists right there to capture the drama. 这起冲撞事件发生在距离菲律宾海岸60海里，距中国约660海里，离双方有主权争议的仙宾礁不远。This is our place. This is our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This is the Philippines. 事实上，2016年间，海牙国际法院裁定，菲律宾拥有包括仙宾礁在内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英干右脚号被撞击的地点也涵盖其中。但中国不承认这项仲裁，并以九段线的海洋权益主张，重申南海自古就是中国领土。China has claimed around 90% of the territor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tagonizing bordering countries Vietnam,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Taiwan, and Brunei, who have made their own competing claims of sovereignty. 四月间，菲律宾政府由于怀疑中国意图在仙宾礁一带填海建造人工岛，于是派遣菲律宾海防队最大的巡逻舰马格巴努亚号常驻，监视中方动向。菲律宾并把二战时期的马德雷山号拖至仁爱礁搁浅，并派驻小型部队驻扎，借此宣示主权。这两艘船舰往往成为中菲海上冲突的引爆点。除了之前未见的刀光血影，八月中六十分钟采访团队登上菲律宾船只，亲眼见证中国大幅升高事态，因为事发地点距离菲律宾本土是前所未有的近。菲律宾国防部长直指中方是恶霸。The proverbial schoolyard bully is the best example of what China is. You know, it just muscles you over. 拜登政府也谴责中方危险且破坏稳定的行为。I want to be very clear. The United States' defense commitment to the Philippines is ironclad. 中方则反咬菲律宾先冲撞中国海警船，誓言不会坐视外部势力干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国的内政，侵略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全面做好了一切准备，随时以坚定的决心、坚强的意志、强大的能力和有效的手段，坚决粉碎任何外敌的干扰、破坏和侵略行为。菲律宾和美国签有共同防御条约，倘若菲律宾遭到武装攻击，按照条约，美国必须协防菲律宾。专家表示，所有条件都是建立在信誉之上，端赖签约国的政治魄力。If it means nothing to the Philippines, what does it mean to Japan? What does it mean to Australia? What does it mean to NATO? 菲律宾国防部长表示，华府与马尼拉之间持续针对何种情景会引发美国介入进行讨论。两年前，小马可斯就任总统后，菲律宾开始与美国加深军事联盟。2023年间，菲律宾允许美国使用四个额外的军事基地，其中最北端的基地靠近台湾。菲律宾是美国在亚洲战略的重要部分，倘若北京对台湾发动攻击，菲律宾将是美国对台进行军援的重要基地。2024年稍早，美国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部署射程可达中国大陆本土的提风中程导弹系统，以供当时联合演习之用。对此，中方表达明确反对，要求撤除。但消息指出，即使军演九月已结束，美国尚未打算把该系统撤离菲律宾。七月间，美国还宣布向菲律宾追加$5亿的军援。八月间，菲律宾、美国、澳洲和加拿大在南海举行海空联合演习。北京不甘示弱，也举行了军演。在紧张局势升温之际，九月间，中菲两国在南海双边磋商机制下再次召开会议。Beijing asks Manila to remove the Philippine Coast Guard's flagship from the vicinity of a disputed shoal in the West Philippine Sea. The demand was made during a high-level diplomatic meeting
even as a senior Chinese military official warned of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for so-called encroachment in China's maritime territory. 会议落幕后不久，菲律宾16号以气候恶劣且舰上粮食与水短缺为由，决定把马格巴努亚号撤回母港。这正是中方在先前会议上提出的要求，但菲方强调撤回不代表菲律宾放弃先兵礁主权，很快将派出另一艘船取代马格巴努亚号。中国海警回应将持续捍卫领土主权的完整。南海风云显然是未完待续。报道了整个南海的情况，菲律宾很可能比台湾更面临美中是不是要为它一战的相关的考验。接下来我们来看整个亚洲所谓新冷战，这新冷战的热区里头除了台海之外，刚才我们所说的南海，而最近发生一件重大的事件，时隔44年，中国第一次在向太平洋射出了洲际导弹。根据五角大厦美国国防部的证实，中方在发射洲际飞弹的时刻先事先告知美国他们将试射洲际飞弹，也就是说这个试射并不希望引起美中的冲突，我先告诉你，但我也同一个时间事先告知你之外，也告诉你一件事情，一个很清楚的讯息，只要你外力干预中国在这个区域以后相关的行为，当然这里头最重要的行为是和台湾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五角大厦呢基本上的分析就是，中国射出了洲际导弹，它的目的就是凸显在太平洋跟在台湾它可以有多线作战的能力。而对于避免冲突，中国对美国事先传出了警告讯息，美国国防部肯定目前的中美互动模式，这是为什么很多人怀疑美国其实是会避免战争，他希望这个战争永远都是在边缘，在这个边缘情况里头都互相恫吓，但是不会有真正的战争，因为这个真正战争将会是核子战争。这是中国44年来首次公开宣布在太平洋进行洲际弹道飞弹试射。9月25日8时44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中国官媒报道，政府已对相关国家发出通知，并且获得美国证实，美国肯定这是中美两国军事沟通获得改善，但周边国家仍感到不安。纽西兰表态不乐见导弹试射，澳洲则将寻求测试的缘由，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表示，并没有收到导弹发射的事先通知，将对弹道及太平洋着陆位置进行了解。今回は、まあ、DF の41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ような話がこう出てきてますね。米本土を、まあ、射程に置く ICBM という意味で、中国に向けられた、まあ、同盟の体制が強化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まあ、このタイミングで、まあ、メッセージの打ち返しを、まあ、明確にアメリカに対してしたということだろうと思います。This particular test it's taking place is one in which there is an enormous amount of tension already unfolding in the region. Look at it from a broader global perspective. You have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exercises taking place that Russia is conducting in the Mediterranean, in North Atlantic and the Baltic regions, as well as in part of the Northeast Asian sector. And China has joined a part of these training activities and exercises activities. And so this test
comes into a context where the Chinese have been particularly active and active in a way that flexes their muscles. And that obviously has been raising concerns across the region.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此举加剧了印太地区的紧张局势，凸显中国日益增强的远程核能力。美国去年便曾警告，指中国已经扩充其核武库，作为国防升级的一部分。而东风四十一洲际弹道导弹的射程可超过14000公里，让中国的打击范围涵盖美国本土和夏威夷。It's extremely rare, but China is undergoing a pretty substantial expansion of its nuclear arsenal, including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 that is, missiles with the range to hit basically anywhere in the world, but in particular the United States.And so, it is perhaps not surprising to see that China needs to test that capability to make sure that it's reliable.五角大厦表示，中国对美国在全球的军事主导地位构成长远挑战，尤其是在亚洲。中国的火箭军负责保管中国的大部分核武器和数百枚常规导弹。它一直处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要向亚太地区投射实力、削弱美国影响雄心的最前列。China is reported to possess over 500 operational nuclear warheads, including approximately 350 ICBMs, with estimates suggesting this number could exceed 1,000 by 2030. The Pentagon'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China is constructing numerous clandestine silos for land-based ICBMs, contrasting sharply.With the 1,770 and 1,710 operational warheads held by the US and Russia, respectively. 但在过去两年，中国的武器装备部门面临贪腐动荡。习近平开除了两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的党籍军籍。此外，火箭军前司令员李玉超和前总参谋长孙金明也被开除党籍。显然，尽管如此，中国推出新型导弹的速度似乎并没有放慢脚步。A number of scientists looking at civilian imagery spotted three new missile silo fields under development.The silo fields are based in very desertified areas outside of Hami, Yumen City, and Ordos City.去年五角大厦在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新报告中指出，中国军方一直在研发将大大增强其核导弹力量的新型洲际导弹。报告也称，中国也许正在探索研发运载常规武器的洲际弹道系统。China has rapidly increased its missile arsenal. This is a menacing challenge to the United States. 距离中国上次在领土外测试洲际弹道导弹是1980年代，也是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内部通货膨胀、经济在转型中极不稳定的时代。过去中国政府进行导弹或核试验，通常在自己国内内陆沙漠地带进行。BBC 分析，这一次中国的试射选择在太平洋公海海域，目的不是导弹测试，而是针对美国战略变化的因应。意在表明，中国绝对有同时在多个战线的作战能力，也是对美国在太平洋及台湾海峡与日本、澳洲军事联盟的吓阻能力。而中国的军力是完全非常的强大，不可挑战嘛。下面一个讯息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尴尬的讯息。美国一名高级国防官员在9月26号的时候正式宣布消息，中国最新的核动力攻击潜艇在今年稍早的时候沉没，这个时间点在今年的5月到6月。7月底的时候，美国根据他们的卫星影像指称，这艘核动力攻击潜艇在武昌的造船厂刚刚下水的时候就翻覆沉没。而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有370多艘的潜舰，目前已经主要的是开始生产新一代的核潜艇。这艘核潜艇一下海
就马上反复沉默，对中国来讲当然是一个尴尬的讯息。接着我们来看日本的首相消息，石破茂将出任日本的首相，9月27日首先进行执政党自民党的总裁选举，在第二轮投票的时候，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获得多数选票，当选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新总裁，他将在10月1日的时候接任日本的首相。而他一当选的时候，马上日经指数225指数呢，期货交易盘中一度大跌超过2000点，并且触发了熔断机制。主要的一个原因是 surprise， 因为大家本来预期很可能是小泉或是高市早苗将获胜。当然，石破茂的他的政策呢，基本上是希望能够让日本央行政策正常化的支持者，这使得日元应声飙升，也使得日股大幅的下跌。而在此之前，本来市场认为说应该不是石破茂当选，所以很多人都提前抛售了日元，买入了美元。石破茂的获胜引发了平仓的日元买盘。其实当年的欧债危机嘛，本来主要欧债危机是出现在希腊，后来很快的飞向了意大利，意大利是欧洲的第三大经济体，当时欧债危机就全面的爆发。那在意大利出现欧债危机的主要的原因是政治的动荡，当然它的国家赤字相当的严重，可是那个时刻变成欧债危机的最大原因还是意大利的政局动荡。现在相同的状况来到了法国，苦等11周，法国的内阁终于出炉了，人们笑他们说这叫做失败者联盟，而且里头鸡兔同笼，很难是一个稳定的内阁。左派虽然胜选，结果却有右派的保守党执政，你当然可以想象这个情况它会在国会进行多么激烈的一个抗争。而在这个对法国来说呢，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情形，法国新内阁的执政恐怕也不会有共识，是队友对手还是队友根本就不太了解，所以人们只能够说马克宏希望能够掌权，但是他希望能够掌权的同一个时刻，他正是法国 进入一个非常脆弱的一个时刻，而才刚刚出炉，他就已经面临倒戈的危机。法国新内阁呢，目前为止，马希拉蓬呢，就是说他将发动倒戈，左派可能会支持他，所以马克宏的这一个11周组成的内阁寿命多长，没有人知道。但是特别要注意的是，我刚刚提到，法国曾经是欧洲最安全的债券市场之一，但因为这个马克宏他所造成的政治动荡，让法国的经济萎缩，他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现在已经首次高于欧债危机中的欧洲5国之一的西班牙。所以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恋战权力而不接受最新民意的结果，自以为聪明，就是这个给国家带来的新灾难。他只有19岁，是巴黎第9大学的学生，在距离学校只有750公尺，步行只需要10分钟的森林公园里遇害。凶嫌是一名22岁的摩洛哥人，因犯下性侵罪入狱服刑后，本应被驱逐出法国，却因行政程序拖延未被驱逐出境。女孩遗体被发现的9月21日，正是法国难产的新内阁终于出炉的同一天。Plus d'ordre, d'ordre dans la rue, d'ordre aux frontières. Et cette demande, elle nous vient pas des Français de droite ou de gauche, elle nous vient de l'immense majorité des Français. 63岁的霍塔佑是一位著名的右翼保守派，是巴尼耶内阁39名部长中唯一的重量级人物。Les macronistes sont en position de force dans le nouvel attelage, avec 12 ministres issus des rangs d'ensemble pour la République. Viennent ensuite 10 républicains. Les autres postes sont répartis entre les différentes forces de la droite et du centre. 明明是马克宏领导的执政党输了选举，明明是地表最强的法国左派联盟新人民阵线赢得了解散国会之后的改选。这个千呼万唤使出来的新内阁，除了一个象征性的司法部长之外，全数都是来自右翼保守派和马克宏阵营。
如果这是一部漫威电影，片名应该是失败者联盟。Nous ne sommes pas en cohabitation. L'essentiel du socle parlementaire qui va accompagner le gouvernement est constitué de députés, de sénateurs qui ont, pour beaucoup, soutenu, accompagné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depuis 7 ans. 因为没有任何政党在国会中超过半数，这不是法国曾经经历过的左右共治，而是一个政治上前所未见的不明物体。La politique de la majorité nationale avec 3 priorités.Vous les retiendrez facilement. La première, rétablir l'ordre. La deuxième, rétablir l'ordre. La troisième, rétablir l'ordre. 他新官上任的三把火，简单明了。C'est l'incarnation, moi ça me frappe toujours quand je l'entends, c'est l'incarnation de la droite conservatrice, cléricale et protectionniste des années 90. 1890. 把新任内政部长归类为19世纪老古董的，是法国知名的权威政治评论家。他认为这是自萨科齐以来法国最右倾的政府。果不其然，新内阁名单一曝光，立刻就迎来了街头抗议。On est là aujourd'hui pour manifester contre le refus de démocratie de Macron. Monsieur Retailleau, il était il y a quelques années l'adjoint de Philippe de Villiers. C'est l'extrême droite. C'est l'extrême droite anti-immigrée, anti-femme, anti-IVG, anti-homosexuelle et bien sûr. 霍塔右在社会与移民议题上非常保守。以前任总理阿塔尔为首的马克宏阵营也对此表示担忧，提出警告。Je demanderai au Premier ministre d'affirmer clairement dans sa déclaration de politique générale qu'il n'y aura pas de retour en arrière sur la PMA, le droit à l'IVG, les droits LGBT. 迫使总理巴尼耶不得不立刻出面担保。Il n'y a aucune ambiguïté s'agissant des grandes lois de liberté pour les hommes et les femmes, des grandes lois de progrès social ou sociétal. 新内政部长心之所系，毫无悬念是移民议题。Certes, il n'y a pas de majorité à l'Assemblée.Mais il y a une majorité de Français, de droite et de gauche, qui veulent qu'on reprenne le contrôle. Le contrôle d'une situation qui nous échappe, de l'hyperviolence, de l'insécurité, du désordre migratoire. 虽然三分之二的法国人在第二轮投票中拒绝了极右派勒彭领导的国民联盟，没有想到却迎来了一位和极右派之间差异微乎其微的内政部长。事实上，移民已经成全欧洲所有国家所有选举的核心议题。巴尼耶任命一位极为保守的内政部长，也是为了排除国会最大党国民联盟发动不信任投票的可能。Et le plus étonnant, c'est quand même l'attelage qu'il forme avec Didier Migaud, parce que tout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qu'il est, il ne pourra rien faire si il n'y a pas le dispositif judiciaire qui suit derrière.唯一接受入阁的左派人士是属于前社会党的司法部长，但左派阵营拒绝为巴尼耶内阁背书，威胁将提出不信任动议。不过，倒阁的威胁不只是来自左派而已。Lendemain du premier conseil des ministres, premier couac dans le gouvernement de Michel Barnier. Au cœur de la colère de Matignon aujourd'hui, Antoine Armand, nouveau ministre de l'économie.Pour une petite phrase à la radio ce matin.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contre lequel nous avons été élus, avec lequel, face auquel nous avons fait un front républicain, n'y appartient pas. Il faut être très clair dessus. 这等同是直接向国民联盟宣战。几分钟后，马林乐鹏强势回应：Nous avons juste le budget qui arrive. Je pense que le Premier ministre doit aller expliquer à l'ensemble de ses ministres quelle est la philosophie de son gouvernement, car.Il semblerait que certains n'aient pas encore totalement compris. Le Premier ministre n'hésite pas à appeler directement Marine Le Pen pour tenter de faire retomber la pression. Pas question de prendre le risque que le RN vote une motion de censure. 片刻之后，经济部长紧急发布新闻稿，明确指出将会晤议会中所有政党。被左派阵营群起而攻，巴尼耶政府没有勒彭的支持就无法执政。即使明显右倾。巴尼耶内阁还是非常脆弱，这部失败者联盟到目前为止只有卡斯名单，没有剧情，施政内容不详，随时都可能下片。这场选举到底谁是赢家，谁是输家？有人看懂了吗？
上礼拜我们所看到的报道是以色列情报机构经过两年的精心策划，美国 CIA 本周最新的一个报告是他们认为这个是长达15年的精心策划，而这个策划的方式呢，就是将5000个呼叫器跟很多通讯设备发给好几个不同的供应链，其中最主要的是匈牙利的 BAC。BAC 呢，在由他再发包，所以就是变成好像一直洗洗洗洗，然后最后呼叫器是在制造运输供应链的环节中，就由以色列一开始埋藏的电解机构有一个空壳公司，就变成供应链中的一环，把两个电池中的一个电池变成了炸药。这个就是为什么呼叫器跟通讯设备会炸开的。而在今年9月13号的时候演讲当中，现在传闻已经被炸死的真主党的领导者纳斯鲁拉就曾经呼吁成员说，你们不要用手机，因为我们的手机呢很可能被以色列的间谍渗透，是非常危险的。那么现在没有想到根本是出现在呼叫器跟通讯设备。那么现在更多的消息显示出来，这不完全是这个以色列的某这个情报单位而已，它是情报单位里头更有一个更精准的单位，叫做8200部队，至少策划了15年以上。Focus on the man in the checked shirt. In a moment, he's on the floor, wounded in the midriff. A pager in his bag or on his belt has exploded.9月17日，黎巴嫩军事组织真主党成员使用的呼叫器在各地传出爆炸，至少造成12人死亡，近3000人受伤。18日又再传出真主党成员使用的对讲机也发生爆炸事件，造成至少3死，数百人受伤。这种已被先进技术逐渐取代的传统通讯设备，竟成了夺命炸弹。新的战争手段甚至令外界担忧，进一步引发中东全面战争的恐怖局面。这两起爆炸事件的疑点再次指向以色列，不过以色列并未公开置评。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爆炸是通信设备中的电池被暗藏了因为 PETN 的炸药所造成。根据黎巴嫩初步的调查显示，这些设备在入境之前就被置入了炸药，幕后黑手则透过发送电子讯息来引爆。而这些设备不是旧的，而是新制造的一批。5个月前，约有5000个呼叫器被运进，发送给真主党成员。In a televised speech on the 13th of February, Hezbollah leader Hassan Nasrallah warned supporters that their phones were more dangerous than Israeli spies, saying that they should bury, break, or lock them in an iron box. So the group opted to distribute pagers to members instead.《纽约时报》报道，以色列多年前就在匈牙利成立空壳公司，冒充呼叫器供应商。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呼吁组织成员避开手机，却因此让以色列情报分子有机可乘。通信機器を製造したとされる会社はこの建物の中に入っています。ただ、小さなオフィススペースがあるだけで、何か物を製造しているという場所ではなさそうです。有分析指出，这是一次入侵供应链的行动。真主党从匈牙利公司 PAC 订货，但产品却是发包出去单独制造，再从匈牙利送往黎巴嫩。In this case, the pagers procured by Hezbollah were with a third party, and they sat at a port for 3 months awaiting clearances before they were finally moved to Lebanon. And it was during those 3 months.That explosives were planted in the devices. 尽管以色列没有公开对袭击事件表态，但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官员私下里与华盛顿的对话承认参与，且从攻击动机、清搜能力到执行手法，精密而复杂的行动都指向以色列的情报单位8200部队涉嫌重大。可能负责研究如何在生产过程中置入爆裂物。Into Unit 8200, Israel's elite cyber warfare unit. It was established in 1952. The initial task was guard the nascent state of Israel. Today, it's a global cyber powerhouse. In Hebrew, it's known as Shmoneh Matayim,
But the world knows it as Unit 8200. Basically, it's the heart of Israel's intelligence. As technology advanced, so did the capabilities of this unit, from signal interception to the latest cyber strikes.而美国 NBC 报道也引用前 CIA 官员的说法指出，以色列将呼叫器当成武器的行动，至少已经策划15年之久。彭博社报道则表示，此类产品和推动全球化的供应链，可能成为外国敌人手中的致命武器。But warned that this attack marks a pivotal moment in how warfare is conducted in the 21st century. Global implications of such attacks are profound. Cyber attacks can disrupt societies, economies, and infrastructure without firing a shot.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re is an effective control of, civilian objects, not to weaponize civilian objects. That should be, a rule that,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governments, should be able to implement. 你试想一下，如果要是大家以后的话呢，在组装各种电子产品的时候，然后觉得这里头会不会有炸弹，那整个的供应链的这个流程的话，运行的话呢，那它的成本的话呢会大大的增加。所以呢，就是说，当然会有人不守规则，但是呢，我是觉得就是制定规则。你比如说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对吧？虽然现在也会零星的还会有人去使用，但是的话，整体上来讲的话呢，谁使用的话呢，在国际上的话呢，这个道义上是要被谴责的。呼叫器爆炸攻击成为全球恐怖主义的新手段，且各国几乎无法防范。以色列开启了人类恐怖主义史以来一道令人冒冷汗的新战术，也必然掀起未来一连串的不幸。最近在智利的海岸旁边发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海底山脉，这个海底山脉比希腊标志性的著名的奥林匹斯山还要来得更高。那么这座前所未见的海山呢，是由科学家所发现，有丰富的生态系统、古老的珊瑚和海绵，而且还发现了过去科学家从来没有看过的一个白色的卡斯波章鱼，它是南太平洋这种八足生物还是人类前所未有发现的。我们所看的这个地球实在是有它非常伟大的地方，人类非常渺小。谢谢你收看今天文倩的世界周报，文倩的世界周报欧洲版，我们明天见，拜拜。